分灵体的持久性和灵敏度都比预想中要好很多，面对主修道法的人也还算游刃有余，但是遇到修炼体魄的高手就有点吃亏了。虽说灵玉能吸收法能并转为己用，可只能储存半刻左右，不宜提前输入，必须即收即放，看来灵体还需更加完善。一长，既然凶神子已经找到，何不多派些人手将他抓回来呢？那几个老东西看得太紧，这次的失败跟他们不无关系。大长老那边有什么动静？哦，对了，刚才大长老传话，让您去一趟灵宝峰。果然，凶神子之事，等我回来再议。是。怎么一脸愁容啊，老爷？又是什么邪恶计划泡汤了吗？西北，你处处跟我作对，究竟是何居心？为保护凶神子，甚至纵容弟子偷拿仙山禁物。你怎么知道丢失了禁物？难道你又去禁地闲逛了吗？就算丢了，你又怎么知道是我家念云偷的？仙山那么大，光弟子每年都会弄丢个十个八个，更何况一个破伞。我有说是伞吗？怎么，我猜的不行吗？西北，我警告你，这一次加上十年前你阻止我捉拿凶神子这两笔账，我迟早会给你算清楚。老爷，你想干什么？当然是大长老可等你很久了，小心治你个大不敬之罪。身后的刀呢？压得我差点没站稳。哼，看来这家伙的修为又精进了不少。十年前奉大长老之命，暗中保护凶神子，本想趁乱打他一顿，没想到偷袭让他恼羞成怒，反而被他所伤。他的实力还真是让我大吃一惊。偷袭尚是如此，正面就恐怕……他们会在说什么呢？大长老，幻羽仙山数千年了，都以维护人间安稳为己任，您这样纵容凶神子，恐怕早晚会出大事。一长老休得急躁，且听大长老说完。云游来自四界大荒，三界众仙家无人不知晓，为何他还能安稳地生存数千年，大脑冥结也毫发无损，并不是仙家纵容，也不是十二仙刹不敌，而是大家都知道不能动他。数千年前，就在幻玉仙山后的洪崖峰，突然出现了一条巨大的四界裂缝，大量异兽入侵人境，无数仙家合力才勉强将其抵挡。众仙家无力关闭裂缝，直到一位神秘人出手，才将其关闭。三界众人
直路，才有关闭裂缝的奇法。那人便是凶神子云游。就算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，可万一这是四界的阴谋呢？利用他在三界熟悉环境，也有可能四界之人只能破开小裂缝，让他在人界里应外合，设法破开更大的裂缝，可或许完全打开四界门，那时岂不晚矣？不必多言，他的任何行动皆在掌控之中。这次你不顾后果，用分灵能力试图捉拿凶神子，且波及云门百姓。我与几位长老商议，罚你在玄冥峰禁足一月，你可有不服？你那天芒将邪阵也未必能打开四界。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只要能得到开启之术，必然也知关闭之法。四界裂缝再次出现时，主动权便在我们手中，维护三界安宁的同时，还能探索更多未知智慧。只有不断强大，才能守护我们想守护的东西。我做的一切，同是为了苍生。老大，难道您一点都不担心吗？若哪天四界裂缝再次打开，我们依然没找到闭界之法，又因异虎川结仇于凶神子，不愿助我关闭裂缝怎么办？那是私仇，安排一长老与他私下了结即可。至于封印，我们就装作不知，封了他的凶神力也好，免得他又四处闯祸。需要借助凶神力时，再解开封印便是。一长老虽行事鲁莽，但这件事办得挺好。就怕凶神子没这么大度。那就再加注情感投资，他不是连同记忆一并被封印了吗？借此机会让他以人类身份入宗门，建立多方感情，眼睁睁看着同门同界的伙伴受难，很难坐视不管。